信义体育场上演天王山之战，南势台钢、台湾石虎 FC 正面交锋，直球对决。AC 台北本季韧性十足，面对主场胜率极高的新北航员 FC 毫不畏惧，进攻防守及时到位，积分排名直冲第二。强攻好取，台湾电力陈柏宇帽子戏法，福土肉高山勋 Benchy 梅开二度，纷纷帮助球队大比分攻下胜利。本周五搭好球，绝对不能错过。换到左边看有没有机会，短传有没有机会？起脚，哦 ，Go！ 台北龙在第77分钟的时候，终于角球开进来，哦，哇！高山勋在这里直接射门射进 ，Go！ 哦，球进了！这个球没有话讲啊！哇，建勋。并没有射门啊！这球射门有了！哇，这一球，现在只能说早安的也进球了。小川把球发进来，有人起脚哦！哇，这个高山勋又把握住了机会，勾！